听我来唱这首歌之后，我们还是要请我们的王志明老师请。对，我觉得你有一副很好的声音，你的声音很干净 ，OK， 很舒服。唱这首歌呢，我觉得今天你的 pitch 其实很好，而且你的假音控制的很好。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歌是，它就是比较是 R&B style。那我会觉得你的 blues 的这些转音，我觉得转得很好。But 你的 rhythm 呢，我觉得应该可以更好。我觉得可能这个歌其实没这么好唱，在很多真假音在转换的时候，你要控制到那个节奏啊。那我希望呢，你今天会有好的成绩。嗯，加油。丁小文老师，请。我发觉这荧幕上你非常上相。哦，真的是帅哥一枚哦，但是也发现哦，就是你唱歌的时候，毕竟第一次上舞台，你第一次参加比赛吗？第二次。第二次，所以经验其实没有那么多。我发觉你太紧张，我觉得你的声音真的很漂亮，然后你的表情很细腻。我发觉你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，是你的假音。这个歌假音非常多，你的假音很勾人哎。我觉得这个也是你的优势，好，你有很不错的唱歌能力，加油！谢谢老师。好，今天呢，陆德培等于普通朋友挑战90分，如果切进去是成功的话，也就是说，梁敏静、杨靖宇、绝婉容三位女生必须要比赛离开一位。对，是的。但如果挑战没有成功的话，陆德培呢就欢迎下次再来了。再来挑战。到底有没有信心过90分呢？普通朋友陆德培评审。请给分，也是唱将级选手的陆德培，今天是否能够卡位成功呢？分数很快来到了89.4，加油哦！89.6.7、8，加油！还有没有？89.9了，是否能够突破90分呢？还有没有？90.1分，恭喜挑战成功！哇，分数很高哎！哇哦！哇，你等于挑战成功了，恭喜你！谢谢。哇，以后我们可以好好练习英文了。对。哇，不得了，不得了哈！恭喜恭喜，谢谢你啊！那你要先休息一下，我们请三位女生了，好不好？你先休息一下，姐妹。哇哦，敏靖也进入淘。